很多人会怀疑说自然产后的妇女会不会其实就比较这个松弛，但是其实我想可以配合这个紧致的这个我们的紧弹水嫩凝胶，而且其实你在涂一些凝胶的时候，因为妹妹部分的肌肤是比较脆弱的，是而且也比较敏感的，所以我不能用太刺激性的保养品，用这个紧弹水嫩凝胶你用看看很舒服。对，就是太紧真的是我的困扰之一。其实就是我老公对我一直是很满意，然后一直都觉得还不错。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，比如说在亲密关系的生活的时候，能够很投入，我觉得那个才是男生其实最欣赏的。